好心分你胡麻饼，你还偷了我的钱，这次你又偷我的饼，你吃饱了吗？没吃饱，我这还有。你哪儿是不是不好啊？ 来吧你！哎，我什么你呀、啊？我的，有本事就拿回去啊！真是的，俺可告诉你啊，以后要再有吃的东西，记得先孝敬俺。真是的，嘿嘿嘿。白日队伍的劲头都去哪儿了？ 我真没用。喏，五爷，我可不是一个不讲义气的人。小孩子一个，干嘛总是老气横秋的样子？再说一遍，小爷我不是小孩子了，小爷至少能保护手里的吃食，哪像你！ 整天瑟瑟缩缩，都不知道在怕什么。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打回去啊！我又不会打人，有的踢的抓的挠的，管用就行。你去哪儿？洛阳，你呢？我不知道，走到哪儿算哪儿吧。那你的阿姨阿娘呢？ 他们早就死了，我连他们长什么模样，死在哪儿都记不得了。哎，怎么，想跟着小爷我混呢？就你还不够格？我回来了，不敢走得太远。 这是小五你的家人，小五想阿姨阿娘了。我才不想，连什么模样我都记不得了，怎么想？那便是这副模样。那好丑，跟你现在一样丑。你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小爷我又不靠脸吃饭，倒是你这么丑，以后怕是嫁不出去了。
六格了吧？那我不冷，你自己干。哎，你是我阿弟，在阿姐面前不用逞强，明白了吗？小五，思念其实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我也很想很想我阿爷。偷偷告诉你，我以前还生过他的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总是很忙，都没空来见我几面。不过我现在知道了，他虽然是我一个人的阿爷，但他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阿爷。现在处处灾荒，他肯定很辛苦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好好休息。那他为什么没有出来找你？他定是寻了我，只不过这天下之大，他怎么知道我在哪儿？所以啊，只要我们一起坚持到了洛阳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到时候啊，我就带你去长安见我阿爷。长安，那是阿姐的故乡。等到了长安之后呢，我们就不用再颠沛流离与人争食，你想吃什么都给你管够。到时候我就教你习文识礼音律诗赋，若是你真的想学武功的话呢，我就帮你研妖名师传授功法。但如果你喜欢自由自在，我就带你去看长安的四锦繁花，明媚山河。只要到了洛阳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但愿有一日，天下成平，万里同风。小五，我们早些启程，就能早些到洛阳。到了洛阳之后，给你找个好医门，瞧瞧你的病症，哈。我哪有什么病，只不过是想睡觉吧。我们的干粮又没了。没事，我们离洛阳也越来越近了。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这几日经过的村庄，连农民都逃荒去了。再走下去，我们恐怕是很难再讨到吃的了。小五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一定能走到洛阳的啊。小五，阿姐看你这两天都瘦了一圈了，正好我有一些肚胀，这两天也吃不下东西。今日的两个饼子你都吃了吧。嗯，阿姐，你真是连说谎都不会，在这个时代你可要怎么活。那对天什么什么之路，有五爷在呢，还能饿死我家阿姐不成？早就说了让你先走，要不是为了照顾我，你早就到洛阳了。这一路上要是没有你，我早就扑食荒野了。你别说这样的丧气话，快到洛阳了，一到洛阳我就给你找个好医门啊。就知道吹牛，听说洛阳的医门贵得很。小五，来，阿姐背你，快来。不用，我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怎么可能需要一个小娘子背？我背你面材要不要了？来，不要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。
你们也是南下的难民吧？别怕，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只是衙门的狗官而已。遇到我们算你们走运。走，兄弟们，分粮食去。走。走吧，咱们跟过去看看。有粮食了，乡亲们！乡亲们，看看这个狗官啊，运着乘车的粮食却不给我们吃，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啊？既然他们要活活饿死我们，我们抢几口粮食，这有什么错呀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为何不给我们粮食吃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前门阀当道，百姓无路。如今上天降下灾祸，牵制无辜。洛阳城那些高官贵族们用肉来喂狗，也不给我们穷人吃。所以像这些人，即便是杀了，那也是死有余辜。对，对，对，您说的不对。我说的哪里不对了？我们没有粮食吃是因为天灾，这一路行来全是荒土，种不出粮食。天灾是天灾，人祸是人祸，如今你劫了这一车粮食，等着这一车粮食救命的人就会被饿死。要是不劫，今天饿死的就是我们了。对，就是我们了。那也不应该杀了这些官差，他们只是拿着一点点饷银，千里迢迢地运送粮食养着一家人，他们也是别人的朋友、家人、兄弟，家中也有人等着他们回去。真是贱骨头，都这样了还在为官府开脱，你要是不吃那你就别吃，快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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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既然撑到了云州，就请继续撑下去。我一定会找到你。这一路你也辛苦了，连口水都没喝，再坚持一下，一定会找到公主的。下。去，你休息一下。没事，我不累。你连说好的，你坚决是好。小五，阿姐，小五，算了吧，你很累，小五，你让我下来自己走。别说这样的话，洛阳马上就到了，就在这。小五你别睡，小五，小五别睡，小五，小五你醒醒吧，公主命你不能睡，小五。阿姐，你真的是公主？我真的是公主。等到了洛阳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你快想想你想要什么，别睡啊。我想要公主让我好多白米饭，我还没有吃过白米饭。好，我赐你一车的大米让你吃个够，好吗？那行，你要真是公主，一定是天底下最好的公主。小五乖，
马上就要到洛阳，前面就是洛阳了，到了洛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！来，别去找你阿娘，阿姐这就带你去洛阳。小五，你看前面那道关卡，只要过了前面那道关卡，前面就是洛阳，到时候阿姐就带你去吃白米饭啊。阿姐有你照顾白米饭，好香啊。带你去洛阳，阿姐一定带你吃白米饭。站住！明府有令，死者一律不准进入，以免传染瘟疫。没有死者。我看你背上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你可以过关，他不行。他没死。拿下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小五，小五，放开我！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大胆，敢对官差动手！小五，你睁开眼睛，都给我滚！是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小五。公主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好痛！走，我带你回家。为什么？我什么没有？如果我可以再快一点，我再努力一点，小五就不会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留不下。